最喜欢吃的食物是什么。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吃包子？包子。太简单了，你最喜欢吃的食物肯定是……包子，包子，包子。你说你背了这么久，怎么连这题都没有背到？下一题，下一题肯定答对。好，我的梦想是什么？啊，你的梦想啊？我想自由自在，飞黄腾达。自由自在。自由自在，飞黄腾达。我真要这么说。麻烦请你背诵并抄写100遍，牢牢记住标准答案。包子，挥金如土，自由自在，自由自在，背下来了。你说你这一晚上点着蜡烛都背了些什么呀？我都替蜡烛感到惋惜，白白燃烧了一个晚上。怎么就白白燃烧了呀？只是你问的我刚好没有背到而已。那你都背了些什么呀？比如说你最珍贵的东西是性命，对不对？哦，这个总算答对了，没错。就说我有在背吧。他原本只是要平平安安的生活，而我却一直让他步入陷阱，利用他，折磨他的情感，威胁他的性命，让他卷入各种争端。我从未对你行素饮之事，第二个素影，他最珍贵的东西却被我亲手。你放过我吧，距离见黑气之主已经过了快一个月了，若再不取得幽冥符，不死也得疯啊。是你，是幻觉，必须赶紧去取幽冥符了，也不知明天你能不能行？谁？是我。你来做什么？不是已经立了字据了吗？你体内的黑气是否有异动？我知你不愿意见我，但此事攸关你的性命，你且听我一句。我也知晓取幽冥符需考验两人默契，我可以随你去取幽冥符。我与你共同经历了许多，论默契，我胜于白小生。不用了，我做不到，我还是害怕你。你不用管我了，我自己取就行。黑气我会尽力压制，幽冥符我会和白小生想办法的。你回去吧。